下雨了，本来要装逼的，结果不能。这后面的圣山有没有？泳池，圣山，泳池，圣山，赞。毛巾常会回饭店的房间，就是倾盆大雨在下，就像午后雷阵雨的感觉。你说什么？蓝色牛奶。你们两个蓝色牛奶壶。哇靠！这雨真的太夸张了，好可怕！啊，这水帘洞吧。哇靠！所有的衣服基本上可以说是无一幸免，好可怕！哇，全部的衣服，干，还有袜子，雨真的下好大哦，好夸张！现在是吃饭时间，对不对？吃饭、洗澡十五分钟，泡澡，超赞！好，我们最后的午餐吃完，好舒服哦。我们现在要离开了，超级浪费。刚才下了一阵倾盆大雨，然后因为我们check out的时间也赶得比较赶，所以我不知道哎，我原来是我们把行李放在房间里面。然后我们自己过去，理论上应该还可以叫高尔夫球车来载我，但我们刚才不知道，所以很赶，然后就整个行李都被淋湿了。这是饭店附的水，高级的 Evian， 这是一瓶50块。喝起来有差吗？水的味道没有高级，喝不出来。现在来到莫安娜的饭店，只能说这个饭店真的是太，相对于沙拉索，真的是差很多啊。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3小时。如果你是在沙拉索的话，它有一个 day room， 就是 check in 之前、check out 之后，你可以在那边稍微休息，然后享用饭店设施，把东西放在那里充电啊、休息，就是一个 lounge。可是这边完全没有，那。设施来说也是差很多，这边的设施就只有撞球桌，一些桌游，对，游泳池也是鸟鸟的，然后可以浮潜啊。因为看过沙拉索之后就觉得这里真的是好丑。总之我们就要在这边3个小时休息，然后而且刚才还发生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衣服，刚才大家有看到衣服整个湿掉了，然后我想要在这边看它可不可以烘干。结果他报价一件 T 恤200台币，我整个傻眼，只能我不可能花2-3千块在洗一些衣服上，所以我决定就算了，就不让他臭，就让他上飞机，因为等一下要连续搭大概2天48小时的飞机，都是就是闷在这里，就是臭，会绝对会臭爆，那也没办法，就这样咯，好。这个是冷的，好，我要跳水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要离开 Bora Bora， 在我们的时候，今天搭的是7:10的班机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约翰唐伊迪的
接驳船上面，现在是6点钟。这边很漂亮，不过我们这一次来的话，基本上天气不是那么的好，大概4天，只有一天比较好，还是很漂亮的，还是很漂亮的。要去宣告的时候，我就自己背着行李，然后呢冒着雨这样走木栈道，这样走到那个 reception。 结果我们一走到那个柜台，人说 Oh, you don't have to do this， 他说那个会有人帮你拿过去。我们果然是没当过有钱人。我就觉得他可能在心里在笑说，哇，你连有钱人都不会当，你到底是在干嘛。不过这是蛮不习惯的，对，但是所以我们就自己把自己搞得很湿这样。其实如果大家有去住这些饭店的话，你是不用拿行李的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自己真的是不知道啦，所以不好意思。Bora Bora，你看这是我们住的左转，在第一间，没错，就是这一间107号房主站。好，你再来了喽。到大溪地啦，现在要去搭计程车，在哪里呢？大溪地的物价非常的高，我刚才大概坐了10分钟，我觉得不到十分钟，五到十分钟的计程车就被收了800块台的豪车。对，大型的城寨。好久没吃饭了，对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OK， 祝你们玩得愉快，下次来台湾玩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机场，人很多，大家都在等 check in， 2点半的飞机。我们今天碰到正碰到是很好的香港夫妇，因为我们跟他们接了空白机，然后今天去找他们玩，然后他们也招待我们。他们竟然，重点是他们竟然等我们吃饭，然后煮饭，然后我们刚刚在那边很丰盛，好久没有吃到有肉有菜的饭了，那是饭。还有肉，那个鸡肉真的很好吃。如果来大溪地的话，可以自己买鸡肉吃，这么说。然后反正我们就在那边聊天，然后呢在那边休息、刷牙、洗脸，怎么样？然后现在12点半，2小时前在舒舒服服的来到机场，因为机场是没有 WiFi 的。那也祝他们的旅途非常的顺利。谢谢他们，感动。